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J。 那么今后呢，就由我来为大家带来三分钟热度小店的介绍吧。我们今天要去什么店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吧，最近非常红的 Young Money 里面来自多伦多的 rapper 是谁呢？没错，他就是 Drake。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 Drake Hotel 啦。所以说 Drake 跟 Drake Hotel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熊猫跟熊猫香烟一样。我们向大家介绍的 Drake Hotel General Store， 它可是在位于多伦多中心的 King West and Butler Street， 它是一家非常有感觉的分店哦。大家可以看到 Drake Hotel 的装饰呢，虽然不是特别的抢眼，不过它那么简单的装饰背后却颇有来历的哦。Drake Hotel 可是多伦多集现代文化交流、传统特色美食还有流行商业一起演出的一家个性的 hotel 哦。开业了6年的 Drake Hotel， 借凭着跟别人与众不同的经营理念，敏锐地捕捉到了都市生活的种种精华，并把它们完美地浓缩到了一座 hotel 中哦。而我身后的这间 General Store 呢，便是在大肆贩卖 Drake Hotel 所秉承的生活态度。好了，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吧。不大的 General Store 呢，里面却是别有洞天哦。它的装潢跟 Drake Hotel 呢是一脉相承，简洁明了，严重的符合了年轻人的审美乐趣哦。商品更是琳琅满目啊，从纯色万达 T 到 Street Fashion 甚至 Monaco， 从民族风毛毯到性爱插画集，真是样样都是爱不释手呢。而隐藏在这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的背后呢，却是 Drake Hotel 一贯推崇的快乐、简约又不失疯癫的生活态度哦。所以说，这家 Drake Hotel 的 General Store 卖的不仅仅只是 fashion， 而是一种年轻人们都追求的生活态度哦。如果你们觉得多伦多的 downtown 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了，可以找一个下午来到 Drake Hotel 的 General Store， 你们来淘一下宝哦。小 J 我可是非常推荐的哦。好啦，这个就是今天的三分钟热度。在结尾呢，按说我应该祝福大家一些什么东西，我想一下，就祝你们圣诞快乐吧。OK， 拜拜。Hi guys, do you know in Chinese when you play chess, you don't say checkmate, you say general. Interesting? Bye.